沉船卡在礁石里，我们带着这些潜水设备是进不去的。要不，我们拿炸药把它炸开吧？不行，如果爆破的话，文物和宝道也就全毁了。什么？这是自由潜水？水太深了，而且沉船太大，我们自由潜水撑不了那么久，先撤吧。 看看文物局怎么办再说。来，喝点水。好，谢谢。哎呀，小七，你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两位对文物工作研究的支持。根据资料显示，沉船上有一些一级文物很有价值，对文物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这个沉船的位置实在是太特殊了，我们多次使用精密的仪器在海面上进行搜寻都没有结果。没想到，这次让小七给搞定了。小七，你这次可算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其实我们可以帮到你，我们也很开心。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去打捞沉船啊？这个还得文物局来决定，我马上把情况报告上去。 小七，开饭啦！哎，姐，来，牛排的饭来了，快放开！不放开怎么做美食？放开！哎呦，哎，哎，姐，你今天想吃几成熟啊？好，看在你找到沉船立大功的份上，我就满足你这个吃货。 但是吃完了要运动，要不然你会消化不良的。嗯，等等啊，姐，快去帮我看看是不是暴雨来了。哎，小七，好久不见，我好想你啊！露西，你来了，等一下，这边请。 七，快坐吧。好，这房才挺漂亮的。哎，洛奇怎么样？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说洛奇的事儿。洛奇得的虽然是反应性精神病，这个病不重，但是他特别顽固。我所有方法试在他身上都不成功，所以我今天想来求求小七，让他帮我个忙。 帮我给洛奇进行催眠治疗。你是说小七来帮你催眠？嗯，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狗医生。我们会经常选拔一些聪明而且乖巧的狗狗，然后让它去医院看望病人、去养老院看望老人，还又会让他们去一些特殊学校跟那些孩子们玩耍。科学家研究发现，动物只要经常跟人在一块儿，人的心情就会变好。 而且心理上的压力也会减轻，所以我想让小七先帮我让洛奇放轻松，同时我也会找机会给洛奇进行催眠治疗。啊，原来是这样，没问题。小七，怎么样？你能完成任务吗？行吧，小七。你的眼睛现在慢慢看着小七。 真诚地凝视他，感受小七心里的平静和快乐。慢慢的，你开始放松，开始调整你的呼吸，呼气，吸气，呼气，吸气。慢慢的，你的全身都开始放松，放松。 你的眼皮会感觉非常累，这时候你可以慢慢的闭上眼睛，让你的身体完全放松下来。这时候，你的意识开始慢慢的恍惚，你已经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来到另外一个空间，洛奇，你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了？大秋，大秋，大秋是谁？大秋是我最心爱的狗。大秋，大秋，我来了，大秋。是因为我忙着学习，忽略了对大秋的照顾，大秋他得了抑郁症，最后咬舌自尽了。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研究出狗与翻译器，让狗狗的主人知道狗在想什么，让大秋的悲剧不再发生。大秋，大秋，我对不起你，大秋，大秋。小青，过来，来，坐这儿。大秋，大秋，是你吗？大秋，大秋，是啊，是你的大秋。大秋，乖，洛奇，大秋有话让我带给你。什么话？大秋说，狗语翻译器只是一个机器，它翻译的再准，也不能代替主人对狗狗的呵护和关心。只要拿出真心，就能够跟狗狗沟通。大秋说的对，我不应该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一个冰冷的机器上，我应该用心跟狗狗沟通。罗琦，现在听我说，慢慢的睁开眼睛。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吧？洛奇，我们怎么去国外领证书？反正不会游泳去了，不过我现在不想去领证书了，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宠物乐园陪陪这些狗狗们。洛奇，他终于没事了。洛奇医生，谢谢你。谢谢。千万别谢我，你应该谢谢他，今天他才是主角。我还真担心啊，他把我们小七给催眠了。心情，对不起，让你担心。你让大家担心了，我决定放弃世界专利，把知识产权留在中国。心情，如果你喜欢刺激的话，咱们游泳去美国也是可以的。哎，不过不去国外领证书也好，一走你们俩人都走了，宠物乐园没人了。牛院长，那这次的假就攒着跟婚假一起呗。哎呀，你小子就这么定了啊。洛奇哥哥，欢迎你加入我们侦查员队伍中。谢谢诺诺。浩宇啊，对不起啊，以前我因为狗语翻译器呢，一直看不上你这个狗语者，都是我不好。没事儿。暴雨，怎么了？皱着眉头。是这样，文物局呢，经过了实地勘查，已经确认了，龙威号内确实有大量的国家一级文物，并且已经决定要打捞，而且委托我作为这次打捞行动的负责人。这是好事儿啊！你愁什么呀？打捞有困难吗？你猜对了，打捞确实有困难，而且时间紧张。
需要制定一个周密的打捞计划，因为几天以后会有一股来自太平洋的洋流经过草帽礁，会把沉船和遗迹文物永远掩埋在海底。这样，哎，下水打捞不就好了吗？潜水就可以啊。这正是我最发愁的，沉船啊卡在礁石群里，你穿着这个潜水设备根本就进不去，只能拆掉装备以自由潜水的方式进入沉船去打捞文物。虽然呢我们这个是有周密的保护措施，但还是有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一时半会儿让我找这个既有能力又自愿参与打捞的自由潜水高手，我找不着。而且吧，这个文物局也在网上发布了这个征集自由潜水高手的这个通知，两天过去了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我会自由潜水，我可以参加打捞。鲍宇啊，这个水下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而且有很大的风险，这不仅要求潜水者的自由潜水的本领，而且对这个自由潜水的要求也非常高。你确定你是这样的？我是这片海域的救生员，首先我不光有责任有义务去救人，我更有责任和义务去救国家的文物。交给我吧。好，来来，谢谢啊。文物局已经在网上发布了通知，正在征集自由潜水高手帮忙打捞文物。老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自由式的潜水高手，不能让文物局抢先了呀？不行，这样的话容易引起文物局的怀疑。那我们该怎么办？等文物局征集到自由潜水高手，我们就劫持那个人，这样事半功倍。你看见我们队长了吗？鲍宇哥哥现在在为国家做贡献，你们好好巡逻，不许他玩。哎呀，我们呢？是啊，让我们巡逻去了啊！拜拜，诺诺，拜拜。
什么去了？捞珊瑚去了。那珊瑚呢？珊瑚没捞到。撒谎长长鼻子。你看着我干嘛？我想看看你的鼻子怎么一点一点变长。好吧，刚才我在练习自由潜水。不过你要答应我，不能告诉欧叶姐姐。为什么？先答应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她担心。你想她担心啊？小琪，过来。你也不能告诉欧叶，知道吗？啊，知不知道？涂了我这支笔的符啊，一人一狗真是完美了。拘谨呢？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你干嘛呀？你干嘛不让小琪说话？你让小琪说啊！白从宽，赶紧招了吧你！我想跟你学自由潜水。真的假的呀？你不是一直都很反对我自由潜水吗？怎么现在要学啊？啊，不是因为你想陪我一起潜水，做我的护花使者吧？啊？你不说话，理由不够，我是不会教你的啊。我突然爱上了自由潜水，这个理由可以吗？当然不行啊，这什么理由啊，我才不干呢。小七，送他走，这个理由不合理，我不同意。带装备潜水我不能靠近你，自由潜水的话我就可以离你近一点。不是，鲍宇，真的假的？你不会带着录音的吗？这不像你说的话呀，真心的？真心的。那好，我教你。我告诉你，你一定会争着去冒险的。时间不多了，吓我一跳！这就吓一跳啊！潜水的第一条呢，就是要随时保持警备的状态，防止溺水现象的发生。那第二条呢？第二条就是每一次潜水的时候，最好有一个潜伴，就比如说像我这样技术比较高超的，这样能保证你的安全，懂吧？没关系，我有小七。小七，别跟我抢饭碗。行了，带我训练吧。好，那我教你啊。想要自由潜水的时间长呢，首先要练习好呼吸，尽量放松自己的身体还有心情。我们要使用面部侵入式的方法进入水中，至少要保持3分钟的潜水反射，然后再加上腹式呼吸方法，每一次呼气时间尽量比吸气的时间长，在每一次呼吸之后要有一个停顿。嗯，那我们一起试一下。嗯，开始。很
好啊，再来一遍。就可以直接下水练习了。那个潜水教练的终身大事就不是正经事儿吗？你看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心情也很好，对吧？那就给句痛快话，做我男朋友好吗？欧叶，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好好的情侣不做，干嘛要做好朋友啊？你刚不是还说了学习自由潜水是为了靠近我吗？做好朋友有什么好靠近？现在不就靠得挺近？走吧，一起下水，走。哎，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你不会有喜欢的人了吧？那今天就算了，我们改天再练，啊！啊，再练一会儿。气死我了，小七。哎，你说鲍宇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忽冷忽热的，他刚刚还说想靠近我，你说他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哎，小七，你慢点，你吓死我了！你可千万别把这酒给我洒了，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不管了，就算他人格分裂，我也一定要把那个人格给揪出来。成为你未来女主人的人，现在别得罪我，以后有你好看的。哎，小七，小七，给我，给我，给我！什么年代了，还写日记呢？8月27日，我遇到了一个让我有些心动的女孩。好啊，这个鲍宇他果然有别的女人。他身上有一种自信和自由的光芒，
他的名字竟然叫欧耶，欧耶，欧耶，这不是我吗？啊，小倩。八月二十八号，这个女孩跟她的外表一点都不搭，巧言善辩，强词夺理，最可气的是她竟然赖在这里不走了。你要对我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你把我弄上岸的，带上船的，你当然要对我负责任。我那是救你啊。我知道你是救我，可是救人救到底，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去哪儿啊？他以为我这里是宾馆还是避难所，而且还是他睡床我睡沙发，简直是无赖。你要干嘛？睡觉。9月7日他搬走了，整个房间清静了，终于没有人跟我抢床、抢吃的、抢卫生间、抢网速了。可是这份清静怎么变得有些冷清了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希望他一直住在这儿。我是不是疯了？9月13号，这个傻瓜终于收养了小七。看着他没心没肺的傻笑，我真担心小七未来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一直开开心心的。快来！也会让我更加思念。9月27日，爸妈毫无征兆的来了。拜托，他跟我妈要不要那么像？看得出来，爸妈很喜欢我。他们三个人站在一个阵地，对我狂轰滥炸。哎，以后的日子难熬了。10月4日，他像个女汉子一样背着我，还说永远不会离开我。可是他说的话，总在第二天忘了。所以，我该相信你。谢谢啊。要怎么谢啊？这可是救命之恩啊！你要以身相许吗？啊？我其实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呢。为什么？从小，我爸我妈环游世界，把我丢给保姆，然后给我养了几只狗，那几只狗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离我远去，直到最后一只阿旺，他走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离别，所以我才……你不用害怕，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一定。11月15日，我知道他在海边画了一束玫瑰花送给我，是想跟我表白。当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我也很想接受，但是我怕烟花的绚丽是化为灰烬的前奏。
11月24日，他如果知道文物局在征集自由潜高手，一定会去冒险打捞。所以我必须要接下这个任务。虽然邱教授说保护措施严密，但还是存在一定危险性。即使有一分危险，我也不会让他去冒险。我的世界本来没有色彩，是他和小七的出现给了我一道彩虹。如果这次打捞可以平安回来，我一定要向他表白。喜欢我，你为什么不说？谁说我喜欢你了？证据都在这儿。那这次我要参与打捞任务，你也知道了。这次打捞任务很危险，我怕我万一回不来。那又怎么样呢？你先别紧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想听你说。因为有危险，所以你就不告诉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去吗？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再拥有了，一辈子就这么长？因为我们害怕死，就不活了吗？小七的寿命只有10多年，因为我害怕他离开我，我就不跟他相认了吗？我怕万一回不来了，所以什么回不来？你回不来我怎么办？鲍鱼，你告诉我，如果你回不来了，我一个人怎么办？我的爱人好吗？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去练习自由潜水吧。都有我了，还用得着你去打捞？什么意思啊？
打捞文物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不行，太危险了。虽然文物局的保护措施很周全，但是凡事没有绝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万一，所以更应该让我这种高手去参加。危险对于高手和新手都是一样的。我的经验比你丰富，这样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懂得如何自救。你不要自作主张了，我说了不行的。那由不得你啊，这样的事情文物局自然会选择有能力的人去做。你什么你啊？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欧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让着你，但这件事情一定不可以。你说的话，正好也是我想说的话。鲍宇，你知道任何一个事情我决定了是不可能去改变的。如果你不退出的话，那咱们俩就公平竞争了。我退出，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要小心。放心吧。你说鲍宇为什么争来争去突然就放弃了？亲，你也觉得鲍宇不太对劲对吗？我知道了，鲍宇一定是想先稳住我，然后自己去打了文物。鲍宇，你来的正好，来，快请进。好。他就是鲍宇，这位是文物局的罗科长。鲍宇你好。哦，你好罗科长。啊，坐。哎，你来的正好，我和罗科长正在制定打捞计划，你正好也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其实我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明天就实施打捞。啊，这不行。沉船所在的海域不光是水深，而且地势比较复杂，所以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绝对不可以行动的。可是时间紧迫，万一那股太平洋洋流提前到来的话，那些文物就再也捞不到了。那也不能忽视风险因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会量力而行的。可是计划还没制定好，我怕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对，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冒这个风险。不管时间多么紧迫，都要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打捞。可是时间来不及了，为了文物，不可以考虑太多了。邱教授，欧耶，你怎么来了？我还想问你为什么来了呢？我找秋风谈点事情。我都听见了。罗科长，邱教授，自由潜水是我的强项，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自由潜水了。我想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方面，都比鲍宇强很多。所以这一次的文物打捞，能不能让我替鲍宇去参加？这就算欧叶技术再好，经验再多，可她毕竟是个女孩，体力有限，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合适。鲍宇，你刚刚学会自由潜水没多长时间吧？我问你，如果在水下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你应该怎么样面对呢？你知道多少？所以你这样打捞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邱教授，要不你让我去吧？我做搜救员很久了，凭我的经验，即使遇到困难，我也可以随机应变。鲍宇，我说了多少次了，自由潜水跟你游泳不一样，闭气，你多长时间啊？还有多少呼吸方法，你会吗？哎，两位，咱们这样吵没有用，要不这样吧，我看，咱们去比试比试，谁的技术好就由谁来，行吗？好。Thank you.
新鲜，家人在我身边，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美梦虽要实现，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终于回到昨天，有你在身边笑得